来玩一个跟音乐有关的游戏。哎，我怎么是 Chris Brown 的歌呀？哇，你们怎么都是 Pro？ 还有歌啊，歌都还没放呢。啊，你怎么是点起来 ？Taylor Swift。他绝对是假的。我们应该同一时间放音乐，才能听到那个 beat。摇滚不一样啊。你觉得摇滚吧？我也觉得摇滚啊。给他比我慢一点。他没摇起来，我也摇。我也觉得他没摇起来。我没摇的。他这首歌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还知道我听的什么，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听的。来，我来，来，我来，真不是，哎，不是，我站下来只是为了更好的观察你们。我觉得，因为我看大家的这个节奏比较鲜明。说这句话原因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就是你捅我，真错，浪费机会，浪费机会，就是没想到你浪费机会了，就是卧底，我真不是卧底。你先说你投谁？为什么？我觉得是药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跟我的古典好像不太一样。你听的歌不一样。你听的歌不一样。那你不就对啊？每首歌听的是一样的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好、啊，那不是我们是一样的。我就投你。你说你投谁？我也投药王。有一点自投罗网。投谁？要不你选一个。哎，我以为每个人听的歌不一样。你投谁吧？你说你投谁？我不知道我投谁。我刚刚感觉赫尔挺快的。药王太假了。哇，是吗？错误。啊、哎，这首歌为什么会是这种感觉？对，我没有，我站着看你们，我没有动。罗外楼啊，啊，假的样子。他大实在是罗外楼。你又来开始演郑智远。是我。我是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他就没摇，摇了，我一直在那摇。站起来看，这跟大雨全都落下有什么关系？他就演了。雅轩赢了。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3、2、1，大河向东流啊！没音乐啊！大河向东没有音乐啊！大河没有音乐，大河你还搁那笑？有我没有音乐啊？欢迎哥，丁哥，唱白板，白板。白板你在干嘛？原来还有这种事儿啊！哎呀，没关系，没听到。我们推一下吧。刚刚是谁还觉得？我觉得是丁哥。不是不是不是，我刚刚这样怎么回事？没有告诉我，还有白板呢。那是谁？因为刚刚他有些表情不太对，我觉得是。不是，对吧？我一直以为是连接有问题，我一直。我要投丁哥。我投一首丁哥嘛。我投一首丁哥。经过我们非常缜密的判断，我还说你跟人笑啥？没音乐。我经过他一些行动推断出来的。我们选择投丁哥。丁哥，我是觉得这个游戏需要有一些看点。Cool。我听什么歌，我都是一样的律动。迷惑大家呗。先做好铺垫。不是，我这没声音啊。哦，啊，有声音了，有声音了。你摇起来，你太假了。你这个绿豆，哦，偷懒了。我就是啊。哇！张哥的绿豆很不一样啊。看他，宋轩必投宋轩。宋轩，哎，但是不能张志远两个问题吧？我在这个节拍里卡的。张志远律动有点问题。我也觉得张哥律动我看笑了，他玩的很高，一定是张哥。他玩的是那种，我就投张志远。张志远对，给我看笑了。张志远玩的不仅有点 lay back， 最后还有点前卫。是不是猜对的能得分啊？我猜马哥。为什么猜我？我猜马哥。我猜马哥。我猜马二奇吧。张俊元，我当然没投，我给一点，三票，男人加起来八票。我看那个东东英文歌，英文歌女生唱的。My hair will go on 是这歌吗？陈哥，
不是你能不能风格稍微区分的明显一点？那怎么会是这些律动？我看你们在跳啊！你是我心永恒啊！啊，你是我心永恒、啊。对啊。哦。哦。哇！那一个一个跳吧，你先来吧，一个一个的来。好，哎，你这个不是。好，明白了。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下一个，懂了，懂了。你这是啥呀？我也不用看了吧？你是啥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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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是不是不知道？张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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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一定是三哥啊。Stop， 没关系。Stop， 等等我有，不要玩也有点可能。Stop， 要不然前面马哥，强哥别下。我觉得像马哥，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我觉得像马哥，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张哥在那儿，我知道了。砰，马哥，马哥，阿奇有问题。不是，张远一定不是马哥。张远，你一定不懂。拍都没卡上，绝对是已经到了。张志远，有这么多碎盘吗？叽叽喳喳，滋滋咯咯，你有啊？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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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好。好，马哥。马哥。马哥。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是啥意思吗？那你证明一下，这是啥？这什么意思？你说。这个。这是烟鬼乐队的。烟鬼乐队的哪首歌？提醒大家的，我本来能一个人答对的。啊，好好好，就你了。阿杰，阿杰，好好，不错了，不错了。好好，阿杰。二一，阿杰。耶，你是什么？你看我本来就被你们，为什么刚刚玩出来为什么逗？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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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现在干嘛呀？不是每次都要 freestyle 吗？张哥每次都要 freestyle， 我每次怀疑他说他都在 freestyle。算了，真的是。马哥，你这个这么平静。我们一个游戏给张元完成了一个跳舞舞蹈课，好吧？不是，再给张哥来一下，好吧？张哥还想来。我有答案了，我有答案了。马哥，马奇，我也觉得是马奇，绝对是马哥，马哥跳都没跳，是他是你在玩什么呀？但是我想投张，不是张志远每轮都没关系，张哥他真的不演是这样的，但张哥 always， 我觉得张哥这个节奏跟我是一样的，我觉得张志远的节奏挺对的，对，张志远不太一样，你自证，我自证就是因为我们最近才发了三专。唐人真数不是其中的一首歌，刚刚有了 low by low， 有大时代，所以唐人真数 four， 有点夸张，有点夸张，有点道理，有点有点道理，是有点道理的，有点夸张，有点道理。该投谁？你们心里有什么？我就投你，我也投你，啊，我也投你，我也投你。说没开二度啊？我也投你，你们还是没声音。哦，你没声音啊？你没声音。对啊。为什么没声音呢？没电了。二一，投你呗。啊？为什么？你没声音，为什么不投你啊？对啊。啊啊！你的声音啊！要不你听听，你在怀疑我吗？那马哥，你告诉他们你的是什么？Nothing。你 Nothing。我也 Nothing。我也 Nothing。是不是他？我也 Nothing。我也 Nothing。谁 Nothing？ 我也 Nothing。你？我 Nothing。I have something。真的是张哥。我也没有声音。老师们，听听第二。我蹦得贼得劲儿。那得要玩没有没有杨翔没有你带着善轩的是吧你肯定没有别演了快演谁啊听听你听我没声音你听听你
哦，确实有声音。我以为我是卧底呢。我也是卧底。哎、他刚刚说加赛给我吓到了，我说我都投麻皮了，为什么还要来啊？哥，你要不是在憋笑，你知道吗？我以为我说你憋笑啥？不是。好，来，我们三人一投票，三二二一，投票。啊？我上学，萨学啊？哭我为什么？你的耳机啊？怎么得的萨学？这个是我的呀、啊。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吧。我选丁哥，那我选丁哥，我选丁哥，我选丁哥。哇，你们一个人适合诸葛亮。好，对了，适合诸葛亮。选丁哥，那我也选丁哥。好吧，我选孙海轩吧，我选丁哥。我就选丁哥。那二姐你没事儿。我选。啊？啊？等一下，判断一下。我选杨翔。那我选孙海轩。我第一波。哎，张天啊。这轮不是我。每一个人的耳机都没有猜到了。你在演啥呢？其实我早就知道，要不是为了这个节目效果，你不是接了吗？我是接的这么自然，不是、哎、有歌有歌有歌，你知道？我其实觉得不至于的，我也觉得不是卧底，卧底有。刚刚你们和马哥说，我还在这偷偷搞怪，我以为我赢了，我也以为我赢了。他刚刚说你们交我耳机给我下了，我说这节奏这么好带吗？我说我和马哥，你说那我也和马哥玩了，我说好带吗？这节奏。我一看刘耀文，我说哦，这个节奏这么简单。我说杨翔，我是被杨翔发现了吧？我以为刘耀文是什么 swag 里面就是太极虎啄，非要选出来一个模仿猴哥录一段语音。我要睡觉觉了。答应他。我要睡觉觉了。我觉得他一个人受惩罚就行。答应好，答应他。我要睡觉觉，我要答应他。哪里？分别给两位队友扇扇子。我要睡觉觉了，睡觉觉了。睡觉，说呀，好活好活当场，分别给两位队友扇扇子，并说哥哥辛苦了，哥哥喝点水，我给哥哥捏捏肩。哎，可是风一般来吧，少年，弟弟的水呢？给弟弟拿点。啥呀？我要，要不你就给六个哥哥扇扇吧。对。你脸大不大？我脸大，我能吗？不是很大，我脸很大。其实这时候我脸大，我脸大。谁想当不吧？谁想当我哥了？赶紧的。哦，这么踊跃啊！剪刀布，剪刀布，剪刀布。哎，有没有人能不能装一点？其实。不，没选中，我也很难过。没选中，我真的很难过。你的这环节这么难过。哎，有刚有了吧？没有没有，这玩意这么难吗？不是，大家不用这么认真。这玩意这么难吗？哎，哎，你说你说你说，我失去当哥哥的选择了，失去了，剪刀布，啊，再求一个，剪刀布，好丢脸啊！我觉得刚才第一个输的是，受不了一点，我在中间当一个，能不能拿个凳子过来？等一下，这哥哥也有点高，哥哥就是得高一点吧。你从你的卡里面拿出来一个新的短信，哥哥累了一天了。这不像是哥哥，一个感觉像是管家，有点像是长辈，爷爷奶奶的。这是什么？爷爷奶奶可高兴了，我的两个好儿子。啊？你们啊？你们对呀？都是。来，新哥，新哥，相当宝吗？来，新哥，开始了。哥哥辛苦。你在问是哥哥辛苦吗？哥哥辛苦，哥哥辛苦了。哎，这个哥哥呢？我给哥哥捏捏肩。啊，好舒服呀，弟弟。啊，角色扮演了。哥哥舒服吗？啊，好舒服。哥哥要说舒服了。不舒服吗？等一下，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你轻点，轻点，轻点。你可以临时发挥。谢谢弟弟。哇，哥哥辛苦了。还行还行。哎呀，我给哥哥捏捏肩啊。哦，舒服。舒服吗？小丁哥。哇，好爽。来了。OK。谁最后坐下面的就坐中间了。算钱，算钱。哇！算钱，快点，快点。我不要。自己唱自己笑的，自己唱自己笑算什么？
能不能是这首歌吗？哭了，依然是烦不烦？谁给你笑？我听哭了，听哭了。你眨一下眼睛啊，眼睛这么眨。我要是一直笑，可以只扣我一分吗？他会一直扣。飞驰的骏马像飓风一样，跑马的蛮子威武雄壮，绵绵难磨灭，口齿木木美。跑马的奔驰宝骏马像那风一样，跑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奔驰的骏马像飓风一样。哎呦，你看的是他呀？你原来看他呀？太厉害了！你学到了什么样的东西？扣！要问便便了，要问。跑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像飓风一样。我不知道什么词，反正我就是这么唱。跑马的汉子你像威武呀，他妈的跑马呀！叫谁啊？让马哥再重唱一遍吧。我唱的就是套马汉。套马汉的。套马汉。我咋听？哎，因人而异了吗？哎，我走的是。今天怎么走音了？我已经麻木了，我不想笑。有几分给我扣？这什么歌啊？牙套妹，牙套妹奈何没听过呀、啊？妹妹有这样听过？哦，牙套妹奈何美色，没听过呀、啊？什么东西啊？这是这个粤语歌是吗？这是个英文歌。把词给我们看。是英文歌吗？错错错，是我的错。粤语歌，粤语歌。难道这心真不过得过且过？牙套妹奈何美色？妹妹有这样强大美腿，丫头妹奈何美色？妹妹有这样强大美腿儿啊？我吗？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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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丫头妹奈何美色？妹妹有这样强大美腿，丫头妹，哪有美色？妹妹有这样强大美腿，我绝对没笑。你已经笑了，呀，你就笑了，你已经嘴角上扬了，你嘴角上扬了。丫头妹妹奈何美色？妹妹有这样强大美腿，这什么歌好熟啊？宝宝大师，我以为是噔噔噔噔噔，怎么没有人正经来啊？我给你们正经，那你正经来，你给我看一下那词儿。You told me， 奈何美色，妹妹有这，妹妹有这样强大美腿，我不可能笑的。哥姐姐，我们唱完了。哦，你来吧。张哥，你口水冲到我这来了。哈哈哈哈哈哈！那我的时代。哈好累啊。嗯。哈哈哈！笑死我！笑得看。搭不上欠我的时代，
是创造我的时代，只为了我的时代。我走，想你。看到没有？不想见。我的时代。向前走，向内看，都向前。我的时代，让我看看词儿。向外走嘞，向内看，大步向前。我的时代。没听完什么？唱的不错。嗯，谢谢谢谢，还不错。向前走，向内看，大步向前，我的时代。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小一环。为什么突然想？五环，你比四环少一环，啊，你比四环多一环。五环，你比六环多少一环。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嗓子还好吗，张哥？咋了？出气儿了。五环，你比四环多背一环。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啊啊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多一环。没有我那个好。五环。多人呐、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虽然东北不大，但是大连没有假。多人呐、啊，我在东北玩泥巴，但是东北不大，我在大连玩泥巴。嘿呀，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虽然东北不大，我在大连没有家。多冷啊，我在东北玩着泥巴，给你月亮东北不大，我在大连没有家。我在东北不大，东北不大，我在大连没有家。好好好，可以看出张哥的其中部比较扎实。我在东北不大，我在大连没有家。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虽然东北不大，我在大连没有家，我在大连没有家。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虽然东北不大，我在大连没有家。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虽然东北不大，我在大连没有家。多冷啊，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我在东北不大，我在大连没有家。没事，他们做接受惩罚吧，接受惩罚吧。他在干嘛？他在干嘛？两个人玩手走猫步，一拳定点说今晚的月色真美，没我们俩多。滚！两个人一起表演一段醉。快变真，就真醉了呗。演醉的那首歌吧，醉还不好。一见你的美，回眸点点点似醉，微雨眼双飞。四川版，四川版，
一见李丽梅，山东话唱出来。一见你的美，也点点点似醉，美月牙双飞，红杏香香香哪味？